初公司规划这边就会以青年首购族群为目标。那公司在这边因为家庭组成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一楼规划有健身房、韵律教室、视听室、成人阅读区与儿童阅读区，希望住户能够悠闲地享受这社区氛围。整个新湾建案的主要核心是以年轻人为主体，那我们会希望它是比较有时尚感的一个空间形态，所以运用了一个主要几何型的一个三角形符号，而且它是跟科技感有关系，所以我们要营造的是这样的一个氛围。那我们这次新湾的建案呢，是采用了 Epson LS500 的雷射大电视，它在施工安装上呢比较方便，然后呢很轻易的就可以投射到120寸的这个抗光幕。我们一方面也尊重了设计师他的专业，以不破坏他的个设计为基准，也能够达到高画质的视觉效果。公司在视听室这边也特别的用心，访谈了市面上所有的雷射电视的部分，知道 Epson 雷射电视是目前最好的品牌，也最有口碑的。Epson 公司它有一个完善的一个认证制度，它会对我们经销商提供定期的这个授课，让我们能够充分了解到我们这个 Epson 产品的功能，好，还有它的这个安装技术上的提升，那能够让我们对客户提出的这个需求啊，能够有更专业的答复，让我们经销商呢有无后顾之忧。它解决了我很多空间上的困难，包括投影机要升降，还有我不规则造型的天花板，它的投影距离非常短，它又可以移动，它的使用效率可以有在将近20000小时的一个功率啊，符合了我在不同场合或是多重的运用下呢，它是很方便可以运用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产品它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主流趋势的一个核心的产品。